皇上驾到！今日早朝奏事完毕，散了吧！啊，微臣熊次履有本要奏。微臣熊次履有本要奏。早朝已经散了，准奏。启奏皇上，山西永宁守备卡尔奇违抗顺治四年朝廷所颁布的永禁圈地令，在山西永宁大肆圈占民田，骚扰民生，使永宁数以万计的百姓无家可归，民怨沸腾，而且还将阻止其圈地共生于成龙、永宁州州童周瑞和非法拘押打入地牢。臣奏请皇上对卡尔奇无视朝纲之行为严肃查办，一律问罪。卡尔奇圈占民田一事，交由刑吏两部会议退朝。将于成龙、周瑞和给我押下来。走，快点。走。快下，快下，快下，快下。大伙，我看看这个临死的人到底会说些什么，听他讲讲也无妨嘛。爹娘先生，他爹家远，莱卜村的父老乡亲们，今天卡尔奇杀了我和周大人，就离朝廷审判他的日子不远了，就离归还我们土地的日子不远了。我相信一个新兴的王朝绝不会允许像卡尔奇这样欺凌百姓无恶不作的官吏存在，他这样的官吏是国家的蛀虫，是天下百姓的死敌。我相信朝廷和皇上绝不会允许这样的官吏继续祸害百姓的。先生，于成龙读了近四十年的书，今天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为政以德，辟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成龙，
为政以德。先生，是为永宁的百姓而死，我于成龙替他们谢谢。我不要你谢，我是永宁百姓的父母官，我做官从前朝做到新朝，做了几十年，今天真是个天大的笑话。但是我此生最大的收获，就是结交了你这么个朋友。我倒要谢谢卡尔奇，是他让我认识了你，成龙老弟，这是咱们的缘分。给我套上！成龙，前面好像就是莱卜村了，看见了，前面就是永宁书院，走走去书院。撤撤。周大人，你也是一个读书人，我们马上就要上路了，我想叫你一声先生好吗？好得很。子曰有九十先生传，从今往后我不但有了弟子，还有弟子奉送的九十，何乐而不为了？于成龙的先生，我周瑞和当定了。周先生，弟子这厢有礼了。我没有给二位准备上路的酒菜，真是不好意思。不过刚才二位的自乐，也就是最后的消遣。于成龙，你真是咎由自取。其接旨，微臣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西永宁守备瓜尔佳氏卡尔奇悖逆朝纲，违禁圈地，陷生民于水火，置社稷于不顾，祸及家国，罪孽深重，乾坤朗朗，律法森森，着消极去职，就地出斩。卡尔奇，还不领旨谢恩？罪臣谢主隆恩。
门。来人，就地正法！大人，请将罪臣卡尔奇拖出院外行刑，不要玷污了我永宁书院的圣洁。来人，拖下去卡拉。是，走走。立，永宁守备衙门迁走佛了，把总纳，加号三月，编一百，消极为奴，流放宁古塔，永不释还。罪臣谢主隆恩。永宁知州屈鼎，王虎之首，渎职不任，着加号一月，编五十，降二级调任。罪臣屈鼎谢主隆恩。走走。吾皇兄，爹，爹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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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